当当当当，害怕了吗，小朋友们？看看这都是什么糖，是不是骷髅糖？看它上面是骷髅头哦。你们敢吃吗？这样的糖果？我们先打开一个好不好？你们先留着吧，我要给你们爆个头，省着把小朋友都吓坏了，都吓哭了怎么办？看看这个蓝色的头，不要怕，姐姐来把他们爆了头。蘸点这个糖珠，哎，骷髅头蘸糖珠，看看，瞬间就变得可爱了，是不是？没了，就剩个身子了。我们再拆开一个，再来一个这个黄颜色的。我吃这个好像是什么味儿的？就是糖味儿的，甜甜的，味道好像都差不多。来，瞬间就可爱了，再蘸点，你蘸点糖珠。咦，像戴了个小皇冠一样，我要把它爆个头。小朋友们记得吃完糖及时刷牙，知道吗？要不然会得蛀牙哦。这是硬糖，很费牙的。喜欢作品的记得点关注哟，拜拜。